好，之前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，中国爆出走私超过有40年的冻肉，数量相当惊人，多达有10万吨。而根据调查报告显示，被查获的过期冻肉原本会进入到餐馆、零售商和超市等销售通路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的民众是感到恐慌，也引起了外媒关注，直呼难以想象。存放超过30年的猪蹄膀和40年的鸡翅，这些过期冻肉多数在香港转运，数量超过10万吨，价值5亿美元。据了解，冻肉贩售在中国许多城市已流通多年。评论指出，这不仅是走私问题，更是整个食品监管体系的失效。I don't feel good about this. The meat is on your dinner table. Was there any inspection at all? Think about it. We could be eating bad meat. 调查显示。被查获的冻肉原本会进入餐馆、零售商和超市等通路。至于这些冻肉的来源，目前尚未查出。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时报等知名媒体也纷纷报道了冻肉食安丑闻，对于成年冻肉感到难以想象。It's hard to imagine how anyone would make money on 40-year-old meat. The profit would be wiped out by the electricity bill alone. 肉类如果持续冷冻，确实可以维持一段时间。但走私肉常在没有冷冻的情况下运输，为了降低成本，甚至常温运输超过12小时，反复解冻也导致部分肉类腐烂。Some of the meat is believed to be older than the customs agents themselves. Some of it dating back to the 1970s. 中国今年陆续爆发一系列的食品丑闻，从掺杂狐狸肉的驴肉、三聚氰胺奶粉到近期的冻肉，恐怕将再次动摇民众对食品消费的信心。新唐亚太电视林佳宇编译。